这河道啥时候？有大点的期限吗？用不了，现在底层特别不稳定，我们现在还在挖，就是默认他们还活着。哎，如果上大型机器发生第二次坍塌，那情况就更危险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他们一定活着。你松开！我还告诉你，你要继续挖，就只能用手，别的什么也用不了。你爱信不信？不用你默认他们活着，他们一定活着。 那就挖，一定活着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我为什么要忘带东西？我为什么要让他们先进去？默默现在一定害怕死了，本来在里边的人应该是我。思乔，如果是于飞，或者默默在这儿的话。 他们一定也会这么想的。我为什么要跟于飞吵架？我怎么那么蠢？倪言青姐说的对，你就别再自责了。莫莫，于飞，莫莫，快点帮忙！快点！别了，莫莫，快来呀！于飞，快快快快！